小玉，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，多喝点，好好补补。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？这个长椅好好布置一下，肯定很舒服。姐，你给我个枕头和毯子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在这睡晚上腰都会断。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，这个更不是问题。医院长椅？我上高中那年，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，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。 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。小雨，你这几天就睡这儿。姐，这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除非你嫌我呼噜声大。姐，你怎么可能会打呼噜？我不相信。 这个枕头吧，我用那个垫子就行。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，睡觉格外注意听话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先去收拾东西。 姐，睡着了吗？没有。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前阵子你跟严谨去利川，都干嘛了？严谨是不是和你表白了，然后他又不认账了？ 小孩子不要问这些，快睡觉吧。姐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没有。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似水流年？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。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。 如果严谨骗了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姐刀枪不入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上钩？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，连朋友都不算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 晚安。那段时间，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忘记跟严谨在一起的日子，反而记得更清楚了。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我爱上他了，早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他了。 去远方，你是否会跟随？嘿，我只有一把吉他，去风餐露宿，你可别后悔。
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争气地抱有幻想，希望明天一睁眼，眼睛就自动出现了。说，快说，是谁？说。说，是谁？说。你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要是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别打了，小雨，别追了，没事吧？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，那个人块头这么大。我小的时候个头小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。姐，刚才你要不拦着我，我绝对逼他把指使他的人说出来。其实，我大概猜到的是谁派他来的。谁？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，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，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。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呢？也是从那之后，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。姐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女的？就是她。你哪来的照片？那天晚上，我老是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，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。怕你难过，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。姐，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，也不会去他家找他。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，四十六年也不会出这事儿。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天真，对她期待太多。姐，你这么善良，和严谨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她接触。我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儿。忘了他吧，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姐，胃舒服点了吗？啊，没事了。行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哎，小欧，店里挺好的，你踏踏实实上楼休息吧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该下楼活动活动了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我可真是活久见啊！没想到纪晓欧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，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。你别闹，我是那天喝大了犯肠胃炎，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好的，干嘛把自己灌烂醉啊？还不是为情所伤。姐，水。谢谢。事情原委呢，战一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我这两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，这个女人。开了一家水产公司，还有几个夜总会，他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。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，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。这要是事实，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。
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轻松轻过了吧？我求你饶了我，方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。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，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？哦，当初是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追你，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，就闪人了。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儿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，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？真当你纪晓欧没爹没妈没朋友啊？好，走，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，我开车送你们去。还是冯大哥给力。姐，你们还是别去了，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，我们怕什么呀？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，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。湛宇，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，咱们就这么认怂啊？今天必须找个说法。走走，湛宇，看店。就是这儿，声讨渣男是场硬仗，你能不能有点斗志？你淡定一点，我只是想就事论事。小欧，咱不欺负人，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。今天必须要个说法。老冯可以啊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，够爷们。走吧。走。走啊。我来，我来。你说真够巧的，这个渣男，你看。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在找谁啊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借个火，借个火，有火没有？我这没火，我来。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使乱终弃的。哟，这不是季老板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那天去我店里捣乱的人，是你派去的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还装呢？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，还恶意报复。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、毁坏他人财物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？怎么可能？吉祥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少带人过来捣乱，听到没有？赶紧走。现在赶我们走了？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，求我帮你一块追纪晓欧的时候，今天你当着纪晓欧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纪晓欧啊？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。反倒是你，出了名的拜金，朝三暮四不说，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，我真理解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你啊，严谨，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，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。小五，咱们走。严谨，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：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哎，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那天回来的路上，车里异常的安静。
我听着风的声音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释怀了。烟景这一夜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，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，一切都回归到烟景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。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准备怎么样？肯定没问题。那加油啊！今天没事，早点回家吧。好。不要再纠缠林奇，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。没事吧？啊，小红，你没事吧？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，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，想欺负她。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？啊，是。当时我一看店都被砸了，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，可能下手有点狠。前后一共两三分钟吧，那伙人就跑了，具体我也没看清楚。嗯，那你们先去医院。完事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姑，跟你说了，我们没做没在。跟你说话呢，我们没做没在。老黄，季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哎。撒什么谎啊！你怎么不问问他给我做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咖啡馆被砸了呀？想要钱哈？我有，我这张卡里有50万，够你那个破店来。
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。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。我纪晓鸥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跟她玩命！欢迎啊！谁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让开！这屋给我砸成这样，连个交代都没有，往哪儿走？算了算了，你也是，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？瞧你点出息！刘伟，放他走吧，咱们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是我人生中最最耻辱的一天，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，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。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，纪晓鸥，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燕瑾这个混蛋。心血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。一个人坐在废墟里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，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，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：“小欧，你记着，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，在痛苦中要忍耐，在患难中要喜乐。”
你有没有想过战宇怎么就那么巧拍到了肖美人和严谨的暧昧照片？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他是去见一个国外来的音乐家，在见面的地方碰到的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那个地方是一家高级会所，因为涉黄涉黑已经被查封了，什么老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种地方见国外的音乐家呀？你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当初战宇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去找小美人理论呢？他怕我吃亏受委屈。那他就应该像冯卫星一样陪着你去啊，除非他很清楚小美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希望你去。你说战宇认识那个女的？怎么可能？战宇认识的每一个人你都知道吗？梅姐，刘总，聊事儿呢。那我外面聊。你们聊。你不喝？我哪有脸喝茶呀？还生气啊？生什么气啊？又没出什么事儿。我跟那个季老板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我想的哪种关系啊？就算是那种关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他又不配你。对，说的没错。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不值得。之前啊，是我做的不好，哎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。伤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能自由活动了。晚上我做了个答谢宴，表示感谢你的。太高调了吧？必须高调呀，我得让大家伙都知道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再给你加点水。我借着答谢宴的机会，当众挑明了和小美人的关系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而有种炫耀之势。几个朋友啊，这太能喝了。你高兴吗？喝点酒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。我也特高兴。去哪儿啊？酒喝多了头疼，没事儿呗。忍着点，去厕所啊。哥，这就是 KK。叫人啊。刘总好。总听六子提起你，说你人虽小，但办事很老练，嘴也很。都靠六哥提携，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呢？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
合作伙伴，我警告你，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？说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你打了小云？要是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，她的安危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监视我。这意味着，在任务结束以前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远离纪晓鸥，任凭这场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？真不怕出事儿？月黑风高夜，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。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，我走探头盲区进来的，绝对安全。我就多余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。给我听好了啊，以后不可以过来，要见面，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。还是二字板的泡面好吃啊！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，盐子还是以前的盐子。当坏了吧？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？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别管了。还在惦记纪晓鸥呢？就是因为我，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。我真不敢想，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。用兵，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。你千万别打草惊蛇。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，只能苦了纪晓鸥了。哎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。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，你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来，再来，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使乱东气的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鸥了？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哎，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Thank you.
喂，严谨，来一趟我办公室，有事儿找你。好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替你教训了她一下。砸得好啊，砸得痛快，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。不过这么大阵仗，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我做事你还不放心？物流生意，我决定交给你做了。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，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。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，利润翻一倍可能都不止哦。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？吴峰。吴峰，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，这号人物我没听说过。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，我也没见着，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，人没问题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泼啊！刘伟来了，事情就严重了，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。谁呀？谁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，心都碎了。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，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，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。即便案件终结，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。我厌恶我自己，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，想要逃离这一切，想要回到过去。哎，下午了，你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这味道你应该挺熟悉的。